陕、红方、李金龙、河南省、南方、苏尼德、内蒙古体职员代表队。第一台现在进行的是女子65公斤级的比赛，现在是第一局，双方运动员打成了4-3，红方运动员领先。请江西代表队钟文玉立即到检录处检录。一台蓝方又得2分，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5-5，这是第一局的比赛。
男子五十六公斤级比赛，红方苏德，苏德格日的内蒙古体职员，蓝方张思豪，山西许衰荣。二台。